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49集的节目，有没有很惊喜？有没有很意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08动画片《赛星形态》的 Optimus Prime Deluxe Class 的玩具啊，它呢有着非常独特的前后不一样的轮胎的造型，前面是轮子，后面就是履带，履带下面的话呢有两颗伪装的轮子。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凸的话呢，其实他并没有设计货柜啊，我也没有特别去试哪个货柜能跟他挂，这个只是单纯他武器的一个结构。如果你真的能够弄出一个货柜来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赛星的载具，所以说，我们有手边拥有的货柜吧，都是地球载具，可能怎么样搭都是不太合，所以就算了，这个知道就行了啊。然后这款玩具的话呢，是我的好朋友小李呢，他前几天收到了一个二手。然后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拍，那我当然是非常感兴趣的啊。08动画片的玩具呢，我是有几个，而且几乎都是老肖送给我的一大批，但是呢，没收到的，他没有给我的，基本上我也就买不到，因为之后，我开始接触08动画的玩具都已经是电影第四集之后了，要回头收拾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了啊。那作为一个赛星载具的话呢，虽然说，08动画在做的时候应该跟后面的这个几个赛星的一个 OP 的话呢，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你看到这一代这个地方这个弧形啊，几乎赛博坦形态上的 OP 大概都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个造型啊。它有非常大量的一个透明部件，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爽，塑胶也是非常的扎实，轮胎的滚动性呢好到会让你觉得说哇塞，这个真的是你一推都不知道推到哪里去啊。那由于是一个二手玩具，而且年代有点久远，这个地方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松啊，这个地方，但是呢如果你把全部东西都卡到定位的话，其实这里应该也不至于说去推到，因为你这样子压你不太有机会去推到它了啊。那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武器的收纳方式，各位能不能看它的一个拳头在这里，它的两个拳头要这样子去握住武器，然后再反折一个武器之后呢把它收纳到体内去。那由于这个过程呢在组合成车的时候呢是需要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调整，如果你不是很熟练的话呢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调整一下，但是也不是说很难啦啊，但是呢我嫌麻烦，所以我今天用载具来做一个开场。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妙的一个盾牌，直接变成它那个车顶盖，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有两个有盾跟大斧头的一个玩具，而且完美的跟载具做一个结合啊。不过由于它一个外形载具吧，稍微可以作弊一下。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它头上这个盾牌呢其实是可以不拿下来也完成变形，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一体变形，但是呢我们方便大家收看的话呢就干脆把它给转下来了啊。各位可以看到了啊，它的这个地方这边是一个灰色的洞跟这里结合，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一个蓝色的凸，然后跟这个洞结合。然后我们就先把它的一个两腿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打开，它这里是有一个倒钩的卡扣的，两侧都一样打开，然后拉出来之后的话呢先旋转这个脚步转过来，这个地方前后做一个旋转，然后呢把这个脚的话呢给站出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脚的部分了啊。再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武器了吧，这个两手呢握着一个武器，然后还有武器还这样一个反折的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先把它的武器的话呢给拔出来啊，这个武器这个收纳成这样也是真的是很绝了啊。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胸口这块对车头这个部件往下面直接推下来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呢有一个红色的凸，然后对应这个洞，我们把它给先扣里面这个，再扣外面这个，头给转正一点点，好，这样子扣进来，这里把它给卡进去，好，然后呢手的话是这一片部件直接的这样侧边折过来啊，它现在这个动作有没有很奔放，对不对？然后呢旋转这个球形关节的开口，把它的这个胳膊的话呢给回到原处，就是主要是这一片翻下来，这边再顺势翻下来，然后呢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球形关节。08动画啊，它的玩具的话呢如果说你有收的话呢应该有蛮多会有一个关节偏松的情况，因为它当时呢玩具的重量比较重，那又是球形关节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去一个松弛啊，头把它给翻出来就行了，然后呢它的背后这两片部件往下压就行了，那么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Transformers Animate Deluxe Class Optimus Prime Cybertron Mode。 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式的一个人物的造型啊，虎背熊腰啊，三角形的一个体型，这个在08动画片里头是很常见的一个机体设定啊。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应该是这个烟囱啊，我们就把它调整成这样子好了，还是调整到后面啊，都可以吧？我觉得这个看个人的喜好。这个头的话呢，把它整个推进去啊，OK，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点。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面雕，狸猫动画的一个表情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很常见的，还是挺生动的啊。头是一个球形关节，然后呢是个手臂。360度的转动啊，平举的话也是有一个开口，但这个关节显然偏松啊，这个应该是有特别去加强过的。二头肌的话，则是用这个球关呢啊，直接代表了肘部的转动，各个方面的转动。拳头的话呢，这个是无法转动的啊，那脚前后左右踢都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球关啊，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危险一点，没有外摆，没有接地的一个关节啊。想想看，这是08年的玩具，距今都已经多少年去了啊？十多年去了啊。好，那有一个很漂亮的胸口的部件，那我们来谈一下它的武器好了。它的武器的话呢，有三，应该算三边的武器，它可以这个样子，是一个单面的斧头，你也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变成一个双面的斧头。而这个东西的话呢，是一个盾牌，啊，盾牌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扣回它原本的这个地方，把它扣回去。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一个有盾牌跟斧头的一个，就感觉我感觉它形象很像警察，是不是啊？好，那它的这个盾牌的话呢，跟这个斧头呢，其实是还可以再结合成一个更大型的武器的。那具体的做法就是把它这个东西给拉开，那中间就会这个红色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是把它卡进这个缺口。那卡的时候呢是这个这样子卡，那稍微用一点力啊，稍微推一下就进去了。但是呢，这个这边看很奇怪，而且比例有点奇怪。那这么大的武器的话呢，如果你想要让它双手持呢，由于造型的关系呢，你还真的是握不到啊，这一点就让人觉得有点啊，有点小恼火了啊。那么，总而言之的话呢，这是一款已经将近，哇，已经是不是15年前的玩具了啊？而且是 Deluxe Class 的一个玩具啊，这是2014年之后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啊。那么品质怎么样高啊？各位也可以从画面里头就感受到了啊。那这个轮子可以转动啊，大大的加分。这一次的话呢，就感谢我的好朋友小李呢，啊，得到这个玩具之后呢，第一时间的话呢，跟我做一个分享，那我也利用一点时间给大家拍个影片，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